好，有，我开放。中挑。观众说投票意义何在？没有，没有意义。因为我们原本想说票数会一面倒，我们都会彼此觉得是对方在雷。没有，结果原来是两个，结果原来是两个都在雷。而且我们票数应该是世界上最接近的。哎、欸，温蒂，你先950哎、欸。没有，你先950的吧。观众说你先950哎、欸。没有，观众眼馋啊，跟电脑那个。观众说的。可是我们刚才说中挑谁输谁就上班。好，开始 ，Go。好，哎、欸，你是随机哦。随机哦。OK，Go、okay,。我操！看我不会玩这次，哥绝对用技术爆你这个小子。好，好，我他妈拿到我面角，不操爆你！看我怎么想说达人会赢，还不看我把你丢完？你知道好，我达尔文接刀率就是100%。好，你等下掉一，你等下掉一把刀就一碗卤肉饭。靠北标，那我哥再请个100万。好，这场就是分出谁才是战犯。大家觉得是谁赢呢？我觉得是达瑞文。我让大家知道，就算我被坎特，我还是会赢。我要先热身。干你！哎、欸，你人机一体，你一个好久没那么认真啊！我要认真一下。好久没那么认真。哦，然后转个手，那个手感。我还不打爆这个小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所以是胜负是有包括推塔，还是谁先死谁有什么？要包哎、欸，要照中票的规则吗？对啊，所以是推塔还有杀掉。好。哦，网页看网页忘了掉。OK。干我带出技能，我应该带点燃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是可以把你炒爆。没有，我一定把你干爆。干我又应该干你哦！哎、欸、干！哎、啊、哎，正、欸、好、啊、你不带闪现，你他妈你不准虚弱，他妈不准虚弱。这是中挑，这是中挑。你不要为了赢不择手段哦。我就是为了赢不择手段。你太扯了吧！我就是为了赢不择手段。废物，你他妈就不要打死我！想想买的都没有枪，干这应该最强装备，我还不会把它丢完。我想一下最强装备什么？哎、欸，干哪有人中挑不带闪现的哦？看你正好中挑不带闪现，在那边作弊。干！我们不能回城，只能走回去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不对 啊, 啊，不能买装啊！走回去有靠背，没有啊，没办法买装、啊，因为你走回去也不能买装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操嘞，这么散气哦！散气啊！你在哪里啊？你出来没？哎、欸，你不要躲藏偷打我。但我觉得你买的装备比较屌哎、欸，你买什么？你买他妈三多兰，有个低能。我刚刚也没想说要不要买那个，要不要把水买满算了，就是连长剑都不要买。我应该买那个水晶灵药的。干，对，水晶灵药超强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买错了啦。干，要不要重开啊？不要、啊，不用，我让你，我重开我就在要把你打成智障。哎，我还要点这个，给我闪。干。干吃到钱，感觉一点屁用都没有啊！对啊，吃到钱没有用啊，因为我不能回补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有吃到100只兵的那个奖励，对不对？妈的，我还不凶啊！你这个……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黄年不要！黄年不要！砍爆你哦！黄年不要！你怎么感觉扣的血比我还多啊，黄年？干一直剪刀好麻烦啊！干你这熟辣还在那边躲草丛哎、欸！还是利用草丛也是一个选手该学的。熟辣哎、欸！你要爆啦！干虚弱太强，虚弱太强了！操你妈的虚弱啊！啊！第二届战犯。没有，撑碰念，波三，撑碰念，没有波三，我要水了。哎、欸，我老实讲，你刚没虚弱，你会赢我吗？会，不会？我会赢你。会，我会赢你。我伤害没爆发，我一定赢你。你会被我扣15%，我这次就扛着你了。没有，干！我刚刚觉得你就是因为你偷偷带虚弱，你的小王八蛋。没有，真是白痴中挑才带闪现。
但我刚不知道正常人都是待产线吗？第二届战犯就你了。哦，没关系，第三届我再爆头回来。好好好，然后今天第二届战犯就是我。好好好，OK。好好好，欠我15万，然后你欠他不需要15万。